有人能说般若波罗蜜者，有大福德，啊，广博多闻啊，朋友也多，多的供养。或许有弟子一开始是为了听闻般若而跟随这位法师啊，跟随这位说法师。那后来渐渐为了供养利益而跟随这位说法师啊，因为说法师可能他有大福德啊，得到的福报很多啊。那本来弟子是为了听闻佛法，结果一看，哎，跟着这个说法师还可以得到不少好处啊啊，因此而跟随法师啊。那空中生就来先警惕他啊，不要以世俗的利益故来追随法师。问曰：为什么不但说亲近善知识，而说种种因缘呢？啊，有人记得善知识，但是不顺此人的心意，反成仇恨怨恨。有的人他不满他的意，不随顺他的意，他就产生仇恨。一产生仇恨、记恨的话，就堕地狱，更相毁谤的缘故。所以说啊，我们随师长学，不要只是看他的缺失啊，要观德莫观失，观他的功德，不要观他的过失。要说我过失的话，那谁都有过失啊，好。只有佛一人没有过失，其他的有谁能没有过失的呢？若弟子见师之过，无论是真实啊，或者是假的或虚的，弟子心自坏，就不能够再得到佛法的利益了。所以弟子不要见师之过，无论是实或虚，都不要挂心。是故空中生教他，你即使看到师长有过失，而不要起嫌恨心。好，你应该这样子想，是我过去是福德不具足的缘故，所以没办法遇到佛，现在才遇到这位杂行师啊，所以要反省自己啊。如果自己福德因缘够的话，直接遇到佛不就好了吗？啊，因为自己福德因缘不够，所以现在遇到杂行师，遇不到佛啊。我不应该念师长的过失，而令自己妨碍般若。师长即使有过失，不会附着在我身上，我只要追随师长来纳受般若波罗蜜法就好。譬如狗皮囊啊，装了很多的好宝物，不要因为这狗皮囊老旧，连里面的宝物也把它舍弃了。又像罪人拿个蜡烛啊来引导道路，不要因为这个人是罪人而不接受他的光明。如果不接受他的光明，哦，那来引导的话，自己就容易堕入深谷啊。又如行，有请小人来引导道路，不可因为人小故而不随顺他的引导，因为他入手啊，如果不随顺他引导，自己会迷路啊，达不到目的地。如是等因缘，不应远离于师。师长如果真实有罪，尚且不应该远离，何况此中是魔作因缘，令说法师有深妙五欲的缘故。
这个我们看一下经文讲义二七八一页，为什么说师长有身妙五欲跟魔有什么关系呢？请看讲义二七八一页本文的倒数第五行，若恶魔给予说法菩萨做五欲因缘，所以这个妙五欲不是说法师自己贪求而得的，那是恶魔他考验啊。我们对照一下角注94，大波尔经这里提到，汝善男子应当觉知魔事，未有恶魔，他是为了坏正法及法师故，以妙五欲色声香味触殷勤奉施。这是恶魔，他的目的其实要破坏说法师，也要破坏听法的人。或许有的听法者看到这说法师为什么贪着五欲，他起退心。所以这个其实都是恶魔做五欲因缘。好，那我们回过来看2791页。师长，如果真实有罪，尚且不应该远离，何况是魔作因缘啊，令说法者有身妙五欲，而师有方便力啊，令弟子不染着五欲。这说法师以方便故而示现受五欲。这句有两个意义，也就是师长以方便示现受五欲而不染着，他以身作则，他受五欲不染着，希望借此来教导弟子也不要染着五欲之法。另外五欲现前，恶魔供养五欲了，五欲现前，师长如果不纳受的话，有时候弟子占为己有心动，那问题更大。所以师长方便示现纳受五欲而不染着。方便者，所谓欲令众生众福德因缘，亦为同事摄众生故。有四摄法，其中一个是同事摄，也就是与众生平等做同样的事，菩萨与众生以平等的身份站在同一个阶层上，与众生同甘共苦，那目的还是为了引导众生。复有诸菩萨通达诸法实相故，无所障碍，无有过罪，虽作过罪也没有什么妨碍，因为菩萨得实相空相，就好像有人年轻力壮，腹中大热，虽然吃了不合适不干净的饮食，但是他不会生病。又譬如有好药，虽然遭受了恶毒，但是对他并没有危害。如是等因缘故，告诉他，你到师长那个地方，不要起嫌恨心，而自己丧失了般若，如经中广说。又有说法者，持戒清净，远离五欲，博学多闻，友好名声，威德尊重。弟子想要前去学法，可是师长
却不收留，不照应。啊，不顾路，就是师长没有关照他。啊，弟子很有心啊，但是师长却没有关照他。即使是这样，啊，那告诉求法者，你也不要产生怨恨，啊，不要心里想，我远迢迢来这边求法，你为什么看我都不看我一眼？啊，感到伤心难过。那这里劝告他，求法者也不要产生怨恨，应当这样子想，还是要反省自己，是我过去世最重的缘故，今为小人，师不轻视我，是我自己没有福德，不能得到。又我与师长应当破骄慢，为了求佛法之利益。有如是等种种诸师，菩萨为求般若波罗蜜故，但一心恭敬，不要念师的长短。主要目的是要听闻般若学智慧，而不是去观察师长有什么过失。若能如是忍辱，于师一心，不起增减者，不会对师长论长论短的。你于师所就能够尽得妙法，就像坚固的器皿，所纳受的甘露佛法就不会有漏失。